栏就由我来为大家服务。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书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《三国演义》。什么是中国四大名著呢？现在就跟我走吧 ，Go！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中国四大名著。中国四大名著分别是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，还有《红楼梦》。在这里，我做个简单的介绍。《水浒传》作者是施耐庵，其内容讲述北宋山东梁山伯以宋江为首的绿林反叛，由被迫落草，发展壮大，直至受到朝廷招安，东征西讨的历程。《西游记》作者是吴承恩，《西游记》以唐代玄奘法师赴天竺学习佛教的经历为蓝本，表现了惩恶扬善的古老主题，借助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经历的难关，折射出人间现实社会的种种情形。《红楼梦》作者是曹雪芹，《红楼梦》原称《石头记》，以男女主角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，塑造几百位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。最重要的是今天要介绍的主角《三国演义》。现在我们把镜头交给星光大剧团。《三国演义》是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，是明朝伟大作家罗贯中先生写的，书中描写了东汉末年大归国的农民起义彻底的动摇东汉王朝的统治，中国进入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。书中描绘了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，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如多次我的诸葛亮、骁勇善战的关羽、张飞，一身是胆的赵子龙，还有曹操、关羽、刘备等人。东汉晋国在经历长期的战争与对峙后，晋国终于在公元二五二年到公元二七九年间，分别击败了楚国、魏国、吴国，从此三国鼎立的局面结束了。西晋王统一全国。真的，听完详细的竞争后，我们现在就请各派人做一些田野调查吧。快点！
选项交战有什么武器？有弓箭最好。有什么？对，先生看我想一点，现在军中缺箭，想请先生负责改造10万支，这是公事，希望先生不要拒绝。既然要交战，10天必然误了大事，3天就好。军情紧急，可不能开玩笑。怎么敢跟主仆开玩笑？我愿意聘下军令状，在3天造不好箭，甘受惩罚。今天来不及了，从明天开始到第3天派500将士到江边来搬箭。20条船，30个阿兵哥，还有1000多个稻草人，我自有妙用。有敌军，有敌军，箭敌被杀。传令，把船打横，一字排开。谢曹丞相赠箭，谢谢，谢谢。同学们，杀青喽！Everybody is...